好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老师好。好。好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看到大家都法喜充满，我们先来回答问题。第一位朋友问到，请问老师，学习《弟子规》有没有其他相辅相成的学习教材，可以帮我们更上层楼？其学习的顺序次第为何？好，《弟子规》可以啊。配合德育课本来学习，这个德育课本呢，好像就是这一些古圣先贤啊，把理论跟方法视线怎么样表演出来，好，能够让我们呢，对于这些理论方法如何活用，这些人情练达可以提升，所以这个德育课本是一个好教材。好，那我们的德育课本。有白话解释，所以每一位要弘扬文化的朋友可以以这个为辅助来学习，来跟家长孩子上课。另外弟子规之后，我们可以学习三字经，可以学习在清朝陈洪谋先生编的五种仪规，尤其我们先扎根的是养正仪规，再来再继续可以研读四书。那我们在网络学院呢，将会有一连串的课程会来上，会上德育故事，也会上三字经这些经典。那我们也会从这个四库会要，四库会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，四库全书有1500本，那四库会要是把它浓缩变成500本，所以我们会也研读四库会要，都把它用在课程当中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。好，整个四书啊，我们能够好好深入，好好学习，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啊，会扎得非常牢固。之后我们再继续研学习五经。其实这个顺序啊，在《三字经》这一部经典当中啊，有明确的说明。我们也可以翻一下《三字经》。刚刚有提到《弟子规》，接下来《三字经》，还有一本也很重要的书《孝经》，这个也要好好的学习。好，下一位朋友提到，自古至今谁无死啊？不是哈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愿同修自己做，全面推广《弟子规》，跟大家共勉之。好，我们了解啊，要从经典做起，要从孝做起，要从我做起。好，好，这位同修提到，勿亲知，是念知还是念子？这个知啊，应该是古音读法，现在有很多是语音
跟读音。好，一般啊，读音是读古书的时候用。好，比方说出必故，反必面。那我们读经典啊，尽量用读音，因为古代人这么念啊，我们尊重，不要去改。好，可以读物亲之。再来，称尊长，勿呼名。在佛门，如何若死？我们就叫陈师兄、陈师姐，就没有呼名了。好，现在大家都省略的称行师，而不称悟行法师。如何改良？这个是法师的法号啊，当然是悟行法师可以。那行师啊，因为这个也是法师的法号啦，也而不是他的名字了，所以称行师可以，也不是呼名嘛。好，有时介绍长者出来，必须连名带姓，应如何尊称？啊，介绍长者应该不用我们直接连名带姓讲，一般是我们的长者，哎，这一位是我父亲，这一位是我叔叔，比较多这个情况啊，不可能我们去介绍长辈，然后还介绍他全部的名字，基本上啊，应该是长辈自己啊拿出名片来，或者自己讲，哎，你好你好，我姓什么。应该我们只是啊，在当下呢，先让他们互相熟悉一下，了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不可能介绍长辈说啊，这一位是我爸爸，爸爸叫某某某，那没有这样介绍的。好，那一般，比方说我说这是我父亲，那对方会怎么讲？哦，蔡叔叔你好。蔡伯伯你好，因为他是我父亲嘛，所以应该不会有错，跟我同姓嘛。好，不用吧，光这个礼貌啊，最重要的哈，是内心的。在同一个团体里，有一位以上同姓的长者时，如何尊称才不至于会混乱？比方说是陈先生或者陈师兄，那应该两个人年纪会不一样嘛，一个可以叫大陈师兄，另外一个可以叫小陈师兄。那你看我们古代人，比方说我来自左营，可能就叫左营。好，在李旭，很多都在一个人姓前面都会加一个他的出生地。那一来呢，好辨认，
二来啊，也不忘啊，他是这一片土地啊养大的，也要啊时时记住故乡。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吧？好，或者你就叫他左营蔡师兄，一个是台南蔡师兄。好，四岁的幼儿在家自学，落实了《弟子规》，还可以从哪些经典入门？我们刚刚也有讲到，整个读经典的顺序，那《三字经》上啊讲得很清楚。那这个《弟子规》最重要要重复提醒，一定要让孩子啊扎扎实实扎下去。当他扎得越深，这些经典呢、啊、就会跟他很相应。所以诸位朋友啊，读书不是读得多啊，最重要要用得出来。所以半部《论语》啊，都可以治天下。所以我们为人父母，看着孩子背很多经典。你更要注意到一点，他的行为有没有端正，有没有谦恭。我们之前的课有提到林则徐先生，有提到两个有关读书的重要教诲：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啊。面对这些圣哲人的教诲啊，诸位家长绝对啊不要抱着侥幸的态度，这些都是定则啊。你不要说哦，孩子背很多，你已经发现呢，他的言语行为啊已经有共高我慢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要再侥幸。所以确确实实一定要让他养成这一些正确的处事待人态度，这些经典呢、啊、才会利益他的人生。好，再来，国小四五年级的学生在家自学，四书五经已背诵完，没有适合的国中衔接，要如何把孩子带好？除了生活上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尚可读哪些经典？或者只要一门深入即可？对于孩子的影响啊，家庭啊，还是占大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家长啊，一定要记住，自己要以身啊作则。我是从小到大没有读过经典啊，真没有。但是呢，后来从事教育，接触经典，为什么很相应？因为啊，父母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，打了这些啊做人的根基，所以确确实实越深入经典、深入教育啊，越觉得父母啊太伟大了，父母啊对我们的影响至深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抓回教育的本质啊，教也者，教者。上所思，下所效，育者教子始作善也。所以只要你的家庭当中有很好的学习气氛，有很好的这一些做人的榜样，这个孩子啊不可能有太大的偏颇。而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教育的政策啊，还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就这么样的重视中国文化的熏习，所以只要您的孩子在小学以前都把《弟子规》的根扎好了，往后纵使到国中去，面临一些与同学相交往的一些状况，你也可以把这些机会抓住，当作机会啊教育点，
来给予辅导，那他也会啊从中有所成长，有所历练。好，好，下一个题目是想在社区推展《弟子规》的教学，请教老师应如何着手？好，可否请老师分享海口启蒙中心的创办经验？教育啊，我们又回到一个根本，就是以身啊，作者，身教大于言教，所以整个经典教育、德行教育的成败啊，不在小孩，而在谁？成人、大人。所以啊，这个课程呢、啊，真正的核心在家长课、家长课，还有教师课这两个对孩子影响最大的长者。当然，假如一开始啊，叫诸位朋友啊去教教师课，怕你会怎么样？会太紧张。那刚好是因为我已经从事几年教职，我们抱持着一种分享的态度去上教师课，所以假如您没有教学的经验，您就从啊小学嘛小孩子开始上，那你就会累积教孩子德行的这些经验，那慢慢呢又跟家长有比较多的互动，以后就可以开家长的课程。等你办几个月以后啊，相信你与家长沟通的能力啊，可能胜过一般学校的什么老师。我们现在想想，很年轻的老师出来，多不多跟家长沟通？多不多？越来越少，因为学校啊，这个德行的重视度啊不够，德行不重视的时候，就很少啊跟家长有这一方面的沟通。所以啊，当你不断接触家长、接触小孩，啊，你对于如何去调教孩子德行的经验呢、啊，就会越来越高，到时候我们厚积薄发，你这些经验有了，就可以啊开教师的课程。我们有非常多的老师啊，他都不是第一线的教师，很多都是来自其他行业，后来自己亲自教小孩，又亲自啊跟家长上过课，慢慢教师的课啊他们也能够啊去教学，去分享经验，所以都是循序啊渐进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啊积累经验。而说实在的哈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？专业最重要的条件叫用心啊，你真的用心啊，两年三年的教学经验好，那我们在海口的这个办学经验，最重要是了解到孩子德行教育的成败啊，是在家长，因为身教重于言教。我们常说读经读经，
读经是目的吗？诸位朋友，读经是不是目的？不是啊，读经是方法，是手段。他真正的目的啊，在让孩子有好的德行。所以我们做任何事啊，绝对不要忘了你当初做这件事的目的，不要走到半路啊，迷失了方向，而把它变成背多少。所以既然德行重要，那如何成就孩子的德行，必然要先上行下效。所以我们把重点呢，摆在家长跟老师的课程，每个礼拜啊都是一次不间断的熏习。那因为可能有一些老师啊，您不是师范院校毕业，所以您可以从小孩先教起啊，积累这些教导孩子德行的这一些经验，慢慢的也可以跟很多家长啊有互动，开始啊跟家长沟通德行教育，沟通家庭教育，等这些经验越来越丰沛了，有老师啊他真的很有心，希望把孩子的人格教好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势啊再开教师的课程。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老师，义务的老师啊，他呢不是师范院校毕业，有的呢开公司，有的啊在航空站上班，各行各业都有，但是他们重视到啊德行的重要性，他们也愿意啊出来奉献一份力量，所以也都在啊几个月之内有很大的成长。所以真正的专业啊是在那一份用心。所以当你真正用心，可能两三年的教学经验啊会胜过别人十年以上的经验都有可能。所以有愿就有力啊，最终啊还是要有这一份愿心，就会有力量。好，哦，这里是他的心得。从以往爱就是慈悲的大概念，进而了解到爱就是用心去感受别人的需要，这么实在贴切，也深切体会出一切唯心造的真谛，而知观照存心的重要，学到了抓住机会教育点，是导正孩子行为的重要关键时刻，尤其是慎于始，更学习到解决的方法，从事件本身是果，去找出原因才是根本之道。当然，力行是成就的关键。好，这位老师呢，把我十天的课程做了很好的总结。好，抓到了很多重点。接下来一个问题，海口孝联国学启蒙中心是混龄教学或是一年龄层一个班级，是混龄，但是我们是每个礼拜上一次德行教育啊，一定要回归到哪里？家庭，回归到生活之中啊，而不是上几个小时就能成就的，道在生活。所以我们其实是带动家长对于跟老师之间对于德行的重视度，希望把这个德行的重要啊推到家庭，推到学校去。
这是我们国学启蒙中心成立的一个目标。因为我们才几个人，又能教多少学生呢？是要唤醒家庭跟学校对于德行的重视。好，目前中心的学童最大几岁，最小几岁？这个最小啊，有差不多两岁的，最大的也有初中生。那我们刚好在暑假期间呢、不是寒假期间呢、办了一个青少年营，本来要开20个人，后来开到80个人。对，所以我们也是发现呢，青少年教育很大的问题，所以就安排这个寒假来办，也是都在积累经验。那平常每个礼拜是办小孩。小学以下的，当然他是初中生来听，我们也怎么样欢迎。好，那至于往后有没有要开初中的，那我们就视情况啊而定。刚好这一次初中啊中学生的这个中国化研习，假如反响很大，说不定啊我们会继续开这个中学的班，一个礼拜也怎么样开一次，一定要常识啊熏修才行。好，因为啊教育能不能等啊，不能等。好，好，中心的课程只教弟子规吗？一面教一面落实，预计多久可授完这套课程？当然不只教弟子规，我们还教诸子自家格言，还教孝经。那因为后来啊，我就到各地啊去演讲了，所以确实啊，我跟杨老师呢回头一看呢、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，这么不知道能做得这么快啊，想都没想到，都是啊这个古圣先贤啊冥冥当中的保佑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以各地的这些老师啊来教学。那当然教学的顺序啊也是依照三字经的教诲来推展，所谓依法不依人。而家长跟老师的学习，除了当地啊会持续办以外，我们已经成立网络学院，您上大方广就可以查得到。这个网络学院上啊，我很多次的讲课都已经挂上去了，最近我们还会挂徐启明老师的一些讲课的内容，保证让大家呢学习不完的。因为会我们也会持续啊再把新讲的课啊挂上去，所以活到老啊学到老。那一般我们对家长啊或者对小孩，一本弟子规讲多久，你们猜猜看讲多久？一个礼拜一次啊，假如我们这一次讲弟子规讲40节课，讲多久？10个月啊，一个月假如当四次上的话，那应该差不多上9个月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在上这本弟子规啊，是不是只有上弟子规这本经典？诸位朋友，我们有没有上的大学？有没有上的中庸？有没有上论语？有没有上格言联璧？理是相融的嘛，所以当你去准备课程，自然就会啊对这些相应的
教诲啊，会把它一起啊融入，一起学习。好，那这个呢是跟我的老师释净空教授学习。啊，你看师长，虽然他是讲这一部经啊，所有其他经的重要教诲，他都怎么样？把它用在最适当的道理，让我们一听，马上对这一句经文啊，非常的深刻。所以跟到一个好的师长啊，你可以少花很多时间，就可以把很多重要的教诲啊，领纳于心。好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中心将来会再安排读诵四书五经唐诗古文选之类的课程。好，四书啊是纲领核心啊，这个是一定要读。那我们呢、啊、先把前面的步伐怎么样踏稳一点，踏稳一点。那最好是啊，您可以持续啊，每个礼拜背一篇古文，300个字就好。好，每一个礼拜背一篇古文，一年下来可以背几篇？差不多50多篇。好，那你的古文基础啊，就扎得很扎实。好。读这些经典啊，最重要的是自利啊，利他。所以读了四书，读了五经，要把这些道理啊，用在生活之中，不然啊，书读越多啊，可能变什么？变书呆子了。我们要活学啊，活用。所以学问啊，贵在能够通权答辩，而通权答辩很难是在书本里面悟出来，都是在哪里悟出来？生活落实当中悟出来。好，所以比方说我们说凡出言信为先，那完全不能说谎吗？是不是都不能说谎？要全辩啊。假如你说谎可以救一个人的命，那当然要说谎了。因为所有的学问啊，都是在啊利益他人嘛。所以只要能利益他人，当然要懂得全辩。举一个例子，当初孔夫子在魏国，刚好发现了、有一个臣子要叛乱，在那里制造大量的机械、这一些刀具啊，结果这一个臣子就把孔夫子团团围住，就跟孔夫子说：“你已经发现我的行动，所以啊，你必须对天立誓，对天立誓，我才能放你走。”孔夫子就对天立誓，我绝对不把你的事说出去。他军队啊就撤掉了。军队撤完，孔夫子马上说：“走，我们去告诉他的国君。”子路在旁边就说了：“老师，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？凡出言怎么样？信为先呢？”夫子就说了：“在被强迫之下而承诺的信用啊，不用什么，不用遵守，那是他强迫你的。再来，纵使啊，我因为不守信用而丧失了我的名誉啊，我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国家在发生大的战争，让人民生灵涂炭。所以什么东西比孔夫子的名誉更重要？
什么？人民的性命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叫念念为众生。怎么样做能够对众生好，你就懂得通权答辩，该开戒开方便谎话，你就会开了。而这一些都要历过一些事情，你才能够啊积累这些人情练达。好，那唐诗啊，我们比较不鼓励先背，因为啊诗里面有太多的情感。在康熙皇帝的著述里面呢，他20岁以前的皇子皇孙呢，不让他读诗词。为什么？人的理智哈，不知道要几十年才建得很稳固啊。但是人的情感呢，不用教都怎么样？都自己来。我也在课程里面讲过，自己没谈过恋爱啊，唱情歌还可以让底下的人在那里掉眼泪，那不用学就很会啊。所以明明就没什么苦啊，被那些歌曲啊一影响，越来越苦，触动了很多那种情绪的部分，触动多了就容易感情用事。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年轻人怎么样。唉，所以以前看一个地区的社会风气，直接把他们当地现在在唱的歌啊拿来听一听就知道。所谓移风易俗啊，莫善于乐啊。好，音乐可以移风易俗，音乐也可以败坏社会风气啊。所以现在的社会如何，请我们去看看排在前十名的歌曲是唱什么，那就知道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必须在小学的时候就教他们如何判断好的对象？因为上了初中以后啊，怎么样？一大堆情歌哈，一唱下去啊，就没有理智了，所以先打预防针啊。所以这个唐诗哈，并不是在读古文的这个安排的前面哈。我们看《四库全书》，金、石、子、集。即是属于文学类，文学都是排在后面，最终要从哪里下手？经典，再来历史，因为历史是经典表演，所以我们才读德育故事，再来子，这个子是对经啊，再进一步去发挥，因为经书啊都已经传了几千年。所以各个朝代的读书人都会在那个朝代再下他的注解。好，所以现在让你去看宋朝的注解，你看懂不懂？有点懂，可能又不会太懂。但是你假如看清朝的，可能就更亲切一点。好，请问老师，现在很多小家庭不是三代同堂或双亲已故，因此无法落实弟子规中孝亲的教导，请问要用怎样的认知或方法来教导下一代？孝的根本啊，在不忘本，在念恩啊，这是人的本性就有的。所以纵使他双亲已故，总有长辈照顾他吧。所以这个照顾他的长辈，就可以让他学习念恩，学习报恩嘛。
那另外不是三代同堂，是小家庭，那也事在人为嘛。比方说可能不是啊，常常可以回去看望，那我们每一次比方说汇钱给父母的时候，你就把儿子怎么样带去，甚至于教他如何填写汇款单，让他知道哦，我们是时时刻刻啊在关心爷爷奶奶的生活，常常天气变化了，孩子也在旁边打一通电话问爸爸问妈妈有没有多穿一点，成婚定省可以表演给他看，然后一有空开着车子啊回去探望父母，纵使没有住在一起啊，也能够啊落实孝道。回去探望父母啊，不在于次数啊，而是你每一次回去啊，都是非常的真诚的孝心。孩子很敏感，都怎么样？感受得到。好，你假如到最后做成形式啊，那孩子的感受就不强烈。所以之前我们在课程也有举过嘛，确实常常回去啊，一进门打开报纸坐在那里等着吃饭，吃完饭说妈我回去了啊，回去以后两个老人家累得半死，坐在沙发上啊，不如不要回来了，重实质啊不重形式，这个重要。拿出真心啊，拿出德行啊，不要在行为当中看表面而已啦。好，请问老师，如果学校并不是很认同《弟子规》，而家长也以升学为己任，作为老师，在这样的环境，要怎样尽到老师的责任？是否有什么善巧方便？学校不认同正常，家长以升学主义为己任正常，没教嘛，对不对？那整个大洪流都是这样，那这很正常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学校老师重要，因为家长并不懂，并不是很懂教育，那我们都读了四年读了几年的教育，总比家长懂一些。所以当你啊教孩子弟子规，教他孝顺，谁的感受最强烈啊？当然是他的父母嘛。那他尝到甜头了就怎么样，自然就支持你了嘛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啊，今天你要这样走过去啊，你也要看到啊远景在哪里。所以远景就在啊，有德行的孩子学习啊一定好，学习分数很好的孩子德行啊不一定好，而且很可能会不好，因为他面对学习不放在做人做事，只放在分数的话，那要学到做人很困难，很困难。这里啊就有一封信啊，待会我念给大家听，就提到啊孩子从小都不做家事，后来嫁为人妻啊，他的先生受不了了跟他离婚，跟他离婚了。好，待会我们再来看看。所以这些做人做事都影响一生啊，但是人往往都要到事情发生了才说啊怎么会这样。所以很多我们一般的话语啊很难听啊，
但是也很贴切，叫做不见棺材啊，不掉泪啊。所以确实啊，一个人要谦卑，要有受教的态度啊，那是非常大的福分。好，所以家长只要感受到我孩子在德行有进步，回家还会帮他盛饭，可能都把他感动的怎么样，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自然而然啊，他就会开始认同老师的教导。所以我记得啊，我要离开我教的那一个学校，就有家长过来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你今年就要走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我要去澳洲念书。”他说：“都已经有人啊，在打听啊，要把孩子啊，希望能够到你班上去了。”其实家长啊，他只是还体会不到德行教育的重要。只要有人，有老师真正重视做出来的，家长啊，他也会慢慢重视德行的教育。当一个孩子有孝心的时候，还要拿着鞭子叫他念书吗？不可能。但是假如是拿着鞭子叫他念书的孩子，那一只鞭子要拿多久？拿多久？好，我们怎么都干那个遥遥无期的事情？难怪呢，老得特别快。忧能使人老。好，在家长假如真正重视德行，学校的风气就会怎么样？就会转。所以家长还是关键的。因为有一句话说啊，小孩怕老师，老师怕校长，校长怕家长，家长又怕小孩，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循环。不知道是恶性还是良性的。好，下一个问题。诸位朋友，万事起头难，但是啊，难行能行，功德才大。在这个大时代啊，一则以忧啊，一则以喜。忧的是怎么这么乱，喜的是啊，建功立业啊，更待何时？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其实好坏啊，只在你一念之间呢。好，诸位朋友，我们这一生啊，以逢圣教，这一生啊，已经知道往后的去处，你心都安住了，你还有啥好怕的？好，所以呢，能够闻到圣教啊，我都觉得这一生哈，我已经不缺什么了，值回票价，以后呢，全心全意啊，为众人服务，心已经安住了。好，因为也明白万般，那你还去争什么了？那不是自讨苦吃。请问老师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在工作与教养孩子的时间上总有所取舍，要用怎样的态度和做法才能尽到教养子女的责任？照顾孩子啊，不只是在时间的长短，重质啊
比重量更什么重要啦。我们也曾经提到，假如每天十分钟二十分钟坚持跟孩子讲德育故事，而且每一次讲的时候手机都关掉，谁找都没用，就是陪儿子，等你能够做三个月五个月，这样的父子关系好不好？一定好嘛，因为父子关系会疏离啊，那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好，而且当我们不去关心孩子，久而久之啊，你那个惰性就怎么样，就上来了。然后确实啊，亲情是需要经营的嘛，你不经营当然就越来越淡。而且我们回想一下，像我父亲那一辈，爸爸有常常在吗？每天工作很辛劳啊，但是因为父母工作很辛劳，孩子都看在眼里嘛，看在眼里。那现在为什么孩子教不好？因为父母啊，看起来工作也没什么辛苦嘛，每天都睡得比他们还晚，好，然后呢，可能常常出去，因为有钱啊，买东买西的嘛。所以啊，你真心去为这个家庭付出，孩子可以感受得到的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很优秀，父亲很早就不在身边了，母亲带大的，一个母亲要带两三个小孩，辛不辛苦？辛苦啊，赚钱就耗掉他大半的时间啊。但是当一位母亲啊，她有这样的决心，这样的魄力，愿意去扛起子女的教育重责，光是他这一个决心呢，他的孩子对他怎么样，就很尊敬了，很尊敬了。母亲也演出屹立不摇，演出啊一种勇气啊给孩子看。所以我几个同学他们当了老师以后啊，都跟他妈妈说，你不要工作了，我们来养你了。所以你看辛苦了几十年了，晚年也是怎么样，很好啊。所以人生不要啊去求啊有一副啊好的不得了的棋啊，最重要的，纵使这一盘棋不是那么好下，我们也能下得有声有色，保证啊中晚年啊也会很好。好，所以还是在那一份真诚对家庭对孩子的付出。好，这里有一篇文章啊，念给诸位听一下。这一位朋友啊相当难得，我们啊不要放过啊任何一次可以法供养的机会。很多老师都问我，说蔡老师啊，你讲课啊很受欢迎。我说讲课受欢迎啊，不是在讲台练出来的，是在哪里练的？因为我从小就有什么什么雅号，太热心，所以啊平常一看到有机会了赶快就跟人家讲了啊。我有时候去比方说去这个礼佛，刚好呢拜佛像拜下去，旁边的人看我，哎，你拜的好像有模有样，我马上就跟他讲解了，再来还带他到外面去看，这个叫四大天王，都是表法的，处处都在什么练习啊，这个叫平时如战时啊。然
然后我会放过每一个啊法供养的机会。我就跟很多老师讲，我说这一次啊，我们在此地讲课啊，以后要向各国啊翻译，所以会有很多国家的人看到，你们啊有好的例子要跟我讲。后来啊，过了几天啊，他们没例子来，我就打过去呢，我说啊，你们怎么都没有例子？他说，老师啊，你的例子都那么多了，还要我们的？我说你们啊，这么好的机会不珍惜，丢一个好的例子，能够让每一位朋友家长一听，哇，就很有感受，懂得反省。他这个故事啊，供养了多少人啊？算不清楚啦，这么好法供养的机会不做。所以你法供养越多，聪明智慧怎么样越大嘛。所以我记得啊，我到一个学校去啊，刚好遇到一位朋友啊，他是一般的人觉得神经怎么样比较不正常，但是我不觉得他神经不正常，因为我觉得他的烦恼比我们还少很多，反而可能我们神经比较烦。结果呢，他看到我马上跟我打招呼，都是脏话就出来了，但是呢虽是脏话态度怎么样很亲切，那也是打招呼啊，不要执着嘛。但是后来呢，我每一次看到他我就跟他阿弥陀佛，喊了几次以后啊，他又跟我打招呼骂脏话，我就说我都跟你讲阿弥陀佛，你以后啊也要跟我讲阿弥陀佛。结果呢他就试了一下阿弥陀佛，有一点应付，但是要慢慢鼓励。后来呢看到我都是阿弥陀佛，阿赖耶识怎么样，我只怕我这一生没有成就啊，不怕往后不能啊跟他一起同生极乐国嘛。因为我们是欢欢喜喜跟他结这个法缘，下一次见到面啊一定会很能够啊契入。所以后来呢他远远看到我就阿弥陀。所以不要放弃一个跟众生啊结好的法缘的机会，这样子啊我们就能法缘殊胜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